飞盟呢上市是刚满半年，就计划呢现在是以先旧后新配股集资，大约12亿。那么根据销售文件，飞盟计划配售2.55亿股，配股价介乎4.6至4.8元，较星期四的收市折让最多是有11%。那如果市场反应理想呢，可额外再配售5000万股，令到集资额升至14亿。那么集资所得将会用于策略投资、并购以及一般的营运资金。那么看到今天飞盟股价是出现了一个1成多的一个跌幅啊，这个反应还是比较负面的。想问一下这个 KK， 你会怎么来？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飞盟的这样的一个配股计划的？配股计划呢，好多时候也是对股价有影响。今天也会看得到，因为它是集样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在半年之后就很快就有配售的情况，也是对市场来讲呢，好像是每一个股东的价值会有一个分薄了，因为它现在配售那个股份的差不多有1成左右，所以是对每一股的价值也是有一个1成的下跌，就是很简单的计算。但是呢，可以先留意。虽然它是那个配售的金额比较多，也是比它上市的那个基金价值的是多得很，但是对它的市场的，如果真的是有并购呢，我相信也一个需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它在那个平台相关的业务做一些软件相关的服务呢，他们的实践率也是1成半左右，如果它需要去真的是增加它在市场的价值呢，它需要做一些比较快的并购因为现在它，你看到它现在的那个市值也是100多个亿现在下调之后就是110以下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如果它真的是并购相关的跟它差不多的那些公司，可能它的市值也是需要几十个亿那个数量，所以上市的7-8个亿的数字呢不够它的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的下滑可能对股价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并购的动作，对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是，但是我们来看几个方面，因为之前飞盟大家一直特别期待，因为是这个它是帮腾讯来做这个微信中软件服务的，是大家觉得好像地主家的儿子吃穿不穿傍到腾讯，好像就衣食无忧的感觉。所以但现在看到它好像也挺缺钱的，这一块会不会一方面会令到大家对它跟腾讯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关联性啊支持度会有一些怀疑，另外一方面呢是想说，就是他现在集的这个资来做一个运营的方向了，我们看到是策略投资、并购跟一般的营运资金，是这个跟可能有的企业说我来配资我是要配股我们来还债，可能给到市场信号又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这几方面综合来看对于飞盟的一个前景啊，其实您觉得是投资机会方面应该怎么来这个操作呢？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担心他跟腾讯的关系，因为腾讯是他第二大股东啊，当第二大股东看到他们有一个动作呢，应该也会有一反应啊。但是呢，你看到没有什么负面的消息出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的业务就是经过那个微信啊，去提供一些软件的服务，就是唯一跟那个结盟那个情况呢，就是很硬那个连接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那个收入呢，应该也不会担心太多，业务也不需要担心太多，只是有一点，刚才那里也说过，它是那个运用的那个成本，它需要付出，那个是比较特别的微盟，它是因为它当它的收入一级的增加，它的服务的人才也需要增加，去年的报表我们也看得到，所以呢，整体来讲，我相信它跟腾讯它的关系没有影响，中长线它的收入应该也是维持一个挺高的增长那个负债情况也不是很夸张，所以呢，中长线我也是看好飞盟它在未来那个走势。OK， 所以今天配股话有了一个1成多的下跌，如果相信前这个未来的业务 OK 的话，其实现在可能反而会是一个值得来买入的一个机会了。对，没错，因为之前它是在4.4块那个位置应该有一个支持。OK， 所以等它下个星期回款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吸纳。明白。看到两只股份呢，今天飞盟跌11.3%，腾讯呢是有升0.7%的。好的，今天上午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午2点半投资朋友圈节目时间再会。